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峰。钱包没钱，因为钱包没钱，你可以用手机付啊。我找有手机支付的地方用手机付就好了。因为我自己会害怕，我没钱还出门这样子，可能手机我没有，手机搞不好没有 LINE Pay 这样子。动作片，因为我觉得动作片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尝试的，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武术的底子或什么，需要经过长时间训练。我比较喜欢动作片，因为我可能比较好动，所以我喜欢那种就是动作片翻啊滚啊或者打的那种类型的动作。眼睛、手臂或是腹肌啊，再一次，手臂或是腹肌，哪里眼睛啊？再一次，腹肌、手臂，因为我可能天生比较瘦一点，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因为瘦的人。人本身就有腹肌的，听说伯伯的腹肌也是蛮厉害的。腹肌嘛，就是要练才会厉害，但是因为近期稍微有点小怠惰，所以他有点要消失不消失，要消失。冬眠去了，冬眠去了，他也冬眠。一个礼拜不洗澡，因为我觉得不洗澡好痛苦哦，就是你是全身油腻腻的睡觉。我觉得我会睡不着，一天不洗头我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包含女生也是，就是如果心仪的对象没有每天洗的话，我可能也会没办法接受。但是内裤的话，我一个礼拜不洗，我顶多正面穿三天，背面穿三天啊。所以如果在家的话，我在家都不洗澡，只穿内裤的话，不换内裤我就觉得很不舒服，我就会觉得全身会很怪。对，一整天如果在家的话，我不洗澡我无所谓，但是一定要换内裤，一定要换内裤。好奇怪的逻辑哦！也不一定会穿衣服啊。对，在家都不穿衣服。对，只穿内裤啊，好不好？连内裤都不穿。不好说。头上长头虱。因为我们法助主要负责的部分就是帮他们洗头。那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头上有头虱，你该怎么洗？那如果你头发没洗干净，然后他又需要剪头发的话？那设计师没有办法剪啊。那如果身体有异味的话，可能都还能够用忍受的方式，只要帮他把头发这部分，因为我是没有办法接到味道了，头虱一定会有味道啊。所以我帮他洗完，我就可以送他走了。那你可以接受他就是洗一洗头虱就爬到你手上啊？头虱不是那种很小，就跳到你身上然后传染给你的。我就只能赶快回家洗澡。古惑仔。因为我觉得视觉系很吃你这个人的品味，对，跟样貌，跟你散发出来的气息。你如果硬是要视觉系，看起来会像街友。人家古惑仔就是可能还可以装一下，还可以装一下，就是用可能去做个疤啊，或者是做个就是戴戒指啊，或者贴个纹身贴纸啊。但其实我觉得男生应该都会有一种古惑仔，对，古惑仔那种对，铜锣湾只有一个称号。圆形秃。我觉得，因为圆形凸，人家就看得出来你就是地中海的圆形。那条码头你还要硬要去拨它，让它看起来头发很多，你就是在做一个徒劳无功的事情。不一定啊，你搞不好那个剪头发厉害的，就可以然后你还要对，这种事你还要去修头发，然后你还是围着那个设计师，设计师拿你那个头发就那一点，然后还要打薄的话，他就可以帮你剪的，就是头发很丰富的样子。不可能，你就是秃头的，你就是没有他，你条码头跟秃头是不一样的吧？条码头也是秃头这样走的，他就是你这边都没有头发，然后就要从那边这样拨过来，好像很像油头，那你就是秃头。啊，两个都秃头有什么好比？所以我说就是圆形秃嘛，啊，你就全部剃光了，都剃光了，就像杰森史塔森一样，因为他好像就是有这方面有问题，所以，是吗？我听说啊，我听说。